哎呀，真是自己回来的。他们一会儿，你这没整完呢？啥呀？猫头。都烂了。咋的都烂了呢？嗯，就是搁那地里有点使大劲儿了，这秧子一烂的趴那上顶了，它烂的全是大的。是吧？那些没事吧？那些小的大枣干巴那个都没事，就后来这个雨水放大连这几天还吓得我大老早拔了呢，又不拔那可能烂的更多。那我看这些不挺好的吗？你瞅着看不出来毛病。瞅着看不出来。嗯，你这么看一点看不出来。这瞅着这面上也没啥事儿。你瞅着一点啥毛病没有。那你还扒开瞅瞅啊？不是啊，我不是脚吗？一脚就能看出来了。哦。真的。嗯，这个就不行了呗。嗯，这个没看出来有啥，你看不出来似的。嗯，哦，一脚它这都烂了，都烂了，你再放上几天，这不行了。那你这咋整啊？你这还，它没全烂是吧？不全烂，你底下都是好的，就是上顶儿。哦，就把上顶儿剪吧剪吧，然后底下还吃完事儿了。嗯，你还行呢，那得晒晒。你看看，哎呀，你昨天编的水大尿裤的就是大姑编的呀。看，有松有紧，有长有短。它就是高的不均匀。你量一下那个，你看看，瞅着，你看看你的是不是水大尿裤的？它那长，你知道吗？能多拿两头。头有的出来，有的进去，就是感觉。那这样，对，这个是我大姑编的，这是我编的。谁编的谁拿？我扔了好几气儿了，扔了三气。哎呀，这家伙昨天编这点玩意儿费死劲了。你怎么整的？应该挂脖子上，还得捡回来，还得捡回来。你的成果。对。然后寻不对劲儿。这是我的成果，一会儿拿走。然后这是我的成果。一会儿拿走呗。一会儿拿走。你看这一辫子也不够吃。咱们吃蒜吃的多，老狼这个吃，那吃饺子，连干活都不来干，还说老狼带的那啥呢？啊，这个蒜好吃，我回家我感觉就是一吃这个超市买那个不行，味儿不一样。哎呀，爸呀，你管管呀！你看你瞎蒙的，那个你说那玩意儿不围着别人就围着你呢？这瞎蒙不是那个什么，没事。要是在家大蒜，哎呀，这大蒜怎么这么好吃的？完了，我说这不是我妈种的吗？哎，怪新的。上次你回去给我拿那豆角子，让他们一顿全给造了。人家多带点，多带点，这带不了那么多。还有，你啥意思？你中午跟他们一起回去？啊？回家拿东西，拿大蒜，拿毛葱不回家。那我就留在这儿了，我留在这儿。你在这儿吧，你在这陪着。啊，我搁这。我在这两天我也。我这几天我都待着。我也没来。行。中午可以给你。就剩咱俩了。就剩咱俩，就剩咱俩。啊。中午整点啥呀？菜现成的，我炖的，今儿早上炖的。是吧？你那地里茄子给我宰两个呗。啊？地里茄子还能不能宰了？地里有茄子。宰两个呗。宰两个做啥呀？我研究一下。研究好了再摘呀，摘下来没研究好，你咋整？研究中午研究不赶趟，那就晚上呗。哎，谢谢我的建议。咱家苞米啥时候下来呀？妈现在才放上个红秧。我寻思到时候整点苞米呢。哎呀，我的妈去呢！咋的了？这大家伙，那你看看我，你看我就说吃嘛，不吃到时候都得成啥了？那你吃，你得你两三个就行啊，咱整不了太多。你得吃得了啊，那你吃不了咋整啊？两个是三个？再来一个小的吧。哎呀妈呀，这个还那几个大的好大的。那是不是也该摘了？该摘。
小豆长得还是健康啊，还是赖吧呀？这怎么这么赖吧呢？是？咱不知道它咋回事儿，你说？这我不种地的，我都能看出来，这太赖吧了，这豆啊！你从根没种过这样的地呀、啊？你是咋闹的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是咋回事呢？你说？这呆呆自个儿死了，可能招病了。你招病，你看那边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就还好，这边能强点，然后你再看这边的就稀稀冷冷的，就是啊，就哗啦哗啦一块一块的、哦、然后这边这个角上就可以，然后就这一片，就这几垄，你说咋回事啊？这我不种地的人我都能看出来，就说是啊，你也找、哎、我还寻思溜达溜达的，一清早我们把点白菜铲一铲，铲完了、我说上地看上去好几天没过去，我的妈，现在一来这怎么是这个德行了呢？嗯，我奶也不知道啥原因。找不着原因，你种也是一样的种，你说除也是一样的除，这年年就这样哈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几年种的庄稼长得都可好了，这今年也不知咋回事了，就冒哪一年呗。哎，冒往一年，你讲话它怎么哗啦哗啦一块一块的呢？别的地方你看都挺好的，就这一片儿。就说是啊，你看这家伙，庄稼不给你好生的长，大灰菜长得可旺了呢。哎呀，天爷！大白豆，这么大的大。我以为是豆角，咱家豆角今年种多少？够是吧？我自己做一盘得吃这么三四顿，多少冻起来就行呗。冻了现在不早吗？就是我说你到时候就冻起来就完事儿了。嗯嗯。吃饭了，你的外卖都到了。这家伙找你好几圈，我从那刚从这边过去都没看着你。你是这样谁呀？我刚瞅这儿，我寻思你没在这个地里，我没瞅着你，然后我上那边，我寻思你可能上那边那个地了。上那边没找着。没找着。上那边你去找啥去？快、啊、回家吃饭。啊。吃饭吧，你的外卖。茄子。烂乎。这是我的外卖。啊，烂乎，可烂乎了。我奶自己回来还得给自己加个菜。咱家没别的，就黄瓜多哈。别的你说，茄子、辣椒哪样不能吃？豆角子啥菜都全。都全。就是不吃。哎，要是买人家的当锅可好吃了。谁说的？谁说的啥呀？去买人家的可好吃了。我那不给你送外卖来吗？你家茄子，嗯、那就是你家茄子。家茄子。妈的，就是买人家的东西好吃。这今天就咱俩简单点得了，熟了就吃、我大姑没在，然后咱少做点，顿顿吃新鲜多好。现在也不能干啥，隔夜就坏。隔夜我昨天拿那个拉皮儿放那车里，一上午就是我们不是去采那个蓝莓了吗？到了晚上，不行了。过两天白吧。不行了。就已经就臭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玩意儿，现在天太热。要我说，就买人家的好。关键买人家没吃上啊，关键。人家扔了也好，那玩意儿呢？他没吃上啊，那说吧，你没吃那也高兴。那凉皮儿不是你那拉皮儿，你也不能自己做呀。嗯。就买人家的得，也不管是剩的是。那我不行，我买回来整点嘛，结果就。忘了呀，你这家伙整的，你没吃上。嗯嗯，买回去扔。不酸呢？你这个呀、啊，你不是不能吃酸的吗？这家伙整的猴酸的。啊，我就滴了一滴的酸。那你那一滴的全让我也吃了，不能啊。我还说呢，我说你不能吃酸的，这家伙怎么猴酸的？我尝了一口，我还说呢。嗯。嗯。可不是，没吃错。
就齁酸的。是啊。嗯。你吃茄子吧，茄子特意整烂糊，你能咬动。嗯。